转到每个星期都有全新嘅疯狂玩法，法力之雨啊！咁就系第一 turn 一粒水晶，第三跟住就三粒水晶、五粒水晶、七粒水晶之如此类，都系经典卡包啦。电视都试下，因为我有啲大 cos 嘅牌，唔使两百澳金嘅咩啦，好盲目地落晒啲牌落去。没有太高 cost， 有更高 cost。去啦猎人，去啦战士，黐线，乜都嗌猎人，做乜嘢？揾到啦，值得战啲对手。对猎人啊，应该极限打面好恐怖，我觉得。听落都恐怖啦，成件事系咪先？咁我有代币啊，不过呢个毛啦，呢个系135 mana 毛啦，揸代币好似冇乜特别作用咁。哇！第一个吞南海水手啊，一个直接打面嘅节奏啊，护甲布阵可用，动物伙伴。哇！四二冲锋，我三点 mana， 击杀命令，疯狂打面战术，火箭筒。好噴射者，下槍七 mana 可以盾視，哇秘密，一個打面嘅獵人啊喊出嚟啊！其实可以治疗机械人再加护甲提升嘅，18滴血啦，而家暂时系黄黄蜂地精，咪十 mana 之后16滴可以回，咦？诶，九滴 mana 噶咋？OK 啦，咁样啦，好加招凤双甲，系咯13579，原来咁加，咁啊最后听先有10，正路嘅正路嘅。咁样换啦，击杀命令，话我块面好痛，又俾人打，我变两只一出嚟，再射箭，再回血，系咪爆炸陷阱啊？放红。好打爆只熊 ，end turn。穩固射擊。
严厉嘅士官。好打面 ，ra， 系多谢你。结果呢个竞技场都系俾人堆大牌嘅竞技场。如果大家冇咩可以落嗰啲，越嚟喷射石拳巨魔之如此类啦。我获得卡牌包，好嘢，开卡牌包。喂。其实呢个系，我觉得每个礼拜有一个免费魔系送一包卡牌包，好帮到新手。尤其是因为送经典咧，咁你永远都送经典嘅话，你老手唔会话太乜嘢，但系老手唔会话太过分，但系新手可以赚到好多。我觉得熔火巨人我有啦，已经有两张波落多，即系唔紧要，呢啲都有晒好似系啦。咁啊，好啊 ，Wincom 啊 ，GG， 我哋下次嘅旅店大乱斗啦，或者其他嘅炉石片或者游戏 LL。